下面我们来去学习胃十二指肠溃疡的外科治疗。大家注意，目前消化性溃疡就是胃十二指肠溃疡，外科治疗主要是针对并发症。没有并发症的，我们一种药物治疗好了。为什么现在植脂末抑制剂、艾缺素体阻滞剂对消化性溃疡的效果已经很好了？它的6周的痊愈率几乎可以达到96%到100%，所以没有哪个来开刀了。我们刚刚参加工作是80年代啊，那个时候。没有这些植脂末抑制剂，也没有，没有艾缺素体阻滞剂。我记得那是个87年才是我们国家用第一个艾缺素体阻滞剂，叫做西米替汀。哎，那是个非常疯狂，那是刚刚用在临床上。哎，那是个有没有是什么土豪？那个年代的人民都是一穷二白，80年代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是个这个高干才能用得起，一瓶药30片，100多块。那是个100多块，对现在的是天文数字。那是个一个月生活费值12到15块钱，我们都大学。所以你说120几块钱一瓶，也就相当于快1年的生活费。所以那个时候人一般都用不起，因此大量的人都是用这种什么百家黑，白氢氧化锂磷加黑，哎，变成 B 加，那么效果就很差。所以那个时候经常消化性溃疡治不好，那个怎么样开刀？所以那个时候普外科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开这种会，为啥不清楚？现在已经不用不做了啊，一个科室开个一两个，一个月都差不多了。为什么？主要因为针对并发症，这个病人穿孔的，这个病人出血的，内科治疗不好的，哎，这个病人有癌变的，那么这个是针对并发症来进行开刀。所以现在外科适应症啊已经很窄了，因此现在的胃十二指肠溃疡的外科治疗主要针对并发症，这个观念大家首先要有。好了，第一个，那么主要针对并发症嘛，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讲它的并发症，穿孔。急性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，急性胃十二指肠穿孔，大家注意，首先考的穿孔部位，这个穿孔部位考过很多次啊，病学考你，内科学考，外科学考，考过很多次。急性穿孔主要在前壁，慢性穿孔主要在后壁，还有一个出血主要在后壁，所以这三个大家一块儿记。急性穿孔都在前壁，哪是前壁？十二指肠溃疡主要在球部的前壁，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大约90%都在球部。所以球部的前壁容易引起急性穿孔，对，大家看看，这个十二指肠啊，它的前壁，哎，球部有个溃疡，溃疡穿孔了之后引起急性穿孔。胃小腕的前壁，大约占整个啊胃穿孔的60%，那么也在前壁。所以这些穿孔，不论是球部的前壁还是胃小腕的前壁，都在前壁，这是急性穿孔。慢性穿孔呢？慢性穿孔主要是后壁。哎，你看十二指肠溃疡、胃溃疡都在后壁，后壁有什么？乙床、胰腺。胃睡在胰腺上面的叫做胰床，所以大家看看，哎，假如个后壁穿孔，很可能就被周围的胰腺大膜给包裹了，所以它很难以出来。前壁穿孔呢，一穿孔，胃内任务到那儿游离腹腔，哎，这个症状就非常非常的重，非常及时，那么你就到医院里看病。慢性穿孔呢，说不定一个小的穿孔就被胰腺周围的这些大膜呀、胰腺周围的组织，哎，给包裹起来。那么就形成那个慢性穿透性溃疡，那么它的症状一般就比较轻，甚至穿孔了你都不知道，所以这种病人就经常容易引起误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后壁溃疡、慢性穿孔、前壁溃疡出血啊，前壁溃疡急性穿孔，所以急性穿孔、慢性穿孔一定要注意审题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考虑最多的还是急性溃疡穿孔。当急性溃疡穿孔的时候，给您看看，哎，这个病人假如是个胃上面有个溃疡，邦当，穿孔，胃内容全部游离到游离腹腔去，胃内容我里面也装胃酸，胃酸是个刺激性很强的一个化学物质，所以穿孔之后，这酸性的胃内容流入腹腔，腹膜就受到这个胃酸的刺激，产生剧烈的腹痛，渗出，剧烈的腹痛，所以病人就会告诉你像刀割一样疼痛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痛的一次。他说嘛，他非常记得，哎，几时几点几分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平时我的痛都是个隐痛，消化性溃疡隐痛。突然这一次，哎呀，10年过3分，我突然痛得我要命，像刀割一样剧烈的。我这身从来没碰过这个痛，叫做剧烈的腹痛。由于他的刺激很重，所以这是个就叫做剧烈的腹膜刺激症。因此，你检查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瓣状腹，就是一木就模板一样。就是腹膜刺激症非常非常的重。
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6到8个小时之后，那么就出现腹膜炎，那么形成化脓性腹膜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胃液里面有细菌呢，胃里面有细菌呢，胃液进入游离腹腔之后，那么就不停地渗出，湖水又是正好的什么培养细菌培养基，细菌就在繁殖，所以这是个就引起一个化脓性腹膜炎。好了，化脓性腹膜炎之后就引起渗出加重。渗出一加重，大量的腹腔渗出液，把这个地方什么，哎，就是稀释了。稀释了之后，这个腹痛可以减轻。所以刚开始是剧烈腹痛，痛6到8个小时之后是吧？哎，腹痛有减轻，但是不完全消失。腹痛减轻是因为它的稀释作用，大量的腹水渗出来之后，把这个胃酸那个稀释掉了。哎，病人觉得痛得好一点了，说，哎，他说医生，你给我输了液好一点了，是不是可以不开刀了？他常常这样说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的病人就说我痛麻木了，也不是没痛麻木了，就是因为它稀释了，所以这就是化学腹膜因化脓性腹膜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早期是胃酸导致的化学性腹膜，晚期呢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化脓性腹膜。在这个时候赶快要做手术了，不做手术那么就会导致脓毒中毒休克，就会死掉。常见的致病菌，那么是胃肠道里面的这些常见的致病菌，哪些？大肠癌细菌、链球菌，由于大肠癌细菌最多见。好了，再看临床表现。临床表现，大家注意，这种下坏溃疡创口的病人都有溃疡病史，要么是十二人溃疡病史，要么是胃溃疡病史。那么多到什么程度？大约85%的病人啊，大家注意了，85%的病人都有溃疡病史。反过来说，还有15%的病人呢没有溃疡病史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病人有溃疡病史，那么你解题的时候非常简单，很可能是这个溃疡创口。反过来，假如这个病人没有溃疡病史呢？不一定能排除这个病人不是消炎溃疡穿孔，所以这种指导思想大家有。第二个症状，饱餐之后突然上腹刀割样疼痛的剧痛，刚才已经说了，这是一生中最痛最痛的，这是胃穿孔之后胃内物突然流到幽灵腹腔引起这个化血性腹膜炎，迅速波及腹腔。从哪儿波及？大家看看，哎，胃穿孔的内容物一般顺着右结肠旁沟到右下腹来，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东西搞个转移下腹痛误诊，什么先有上腹痛箭头下痛，然后又有下腹痛，他就说这个病人是阑尾炎。其实不是，阑尾炎哪痛得这么厉害呢？阑尾炎你痛，你至少还可以上课啊，至少有个自己到医院的，至少可以走啊。胃溃疡穿孔破裂，那么引起的疼痛，那病人终身难动，到了地上打滚啊，刀割样痛。你想想看，那症状比这重多了。阑尾炎假如说这样弄，中度症状没这样重，而溃疡穿孔呢，它这个先是化学性腹膜炎，最后是什么化脓性腹膜炎，中度症状很重，奄奄一息了。所以大家就把这两种一定要分开，它不叫转移右下腹痛，它是先胃肠的内容物渗出腹腔之后引起上腹痛，然后顺着右结肠旁沟流到右结肠旁沟，引起右侧右下腹髂窝这个地方痛，那么这就是误诊为阑尾炎。所以下外溃疡穿孔很多被误诊为阑尾炎的就这样误诊的。好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胃内流出物越来越多，那么迅速的蔓延到全腹，引起全腹牙痛反流痛，所以这到了全腹的化脓性腹膜炎去了。它的体征严重的腹膜刺激症，刺激到什么程度？瓣状腹。所以一旦看到瓣状腹这3个字，那么闭着眼睛给他诊断的消化性溃疡穿孔。由于胃里面的内容物，那么可以出来充满整个游离腹腔，气体可不可以出来？照样可以。所以胃内有气体，那么这种病人，哎，就有肝浊液消失，气体进入肝下，所以导致你口诊的时候肝浊液消失，透视的时候呢，膈下游离气体。大约80%的病人都有膈下游离气体，所以大家注意，肝浊液消失，膈下游离气体，瓣状腹，这都是你在做的这个诊断消化性溃疡穿孔的确诊依据。所以这几个确诊依据啊，希望大家清楚。最首先的检查是你为阿格兰明名片，看到膈下有游离气体，再大家看看膈下有游离气体，那么 OK， 这个病人就是什么？哎，消化性溃疡穿孔。假如你叩诊不是 X 线呢，那么就是肝浊液消失；假如你触诊呢，瓣状腹。好了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不是膈下游离气体啊，左边的这个何东东，你看看这个膈下游离气体，这不是，这是胃泡，胃泡里面的气体，所以这不是膈下游离气体，大家不要搞混了。膈下游离气体一般都是看右边，
肝脏上界跟膈系之间，心月系里跟下游的系里。大家注意啊，它的阳性率在尼韦 X 的平面上面只有80%，反过来说还有20%的病人什么阴性。所以，膈下游离气体可以确诊这个病人消化溃疡，没有膈下游离不能别个否认这个病人是什么消化溃疡。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，在临床上，你高度怀疑这个病人是消化性溃疡穿孔，去做尼韦 X 平面检查怎么样？一排片子有没有膈下游离气体阴性？那你怎么办？我又想确诊它。又没办法，哎，他拍出来有阴性怎么办？哎，一般这种消化溃疡穿孔的病人都是什么上到胃管，所以就从胃管里面搞个注射器，向胃管里面打气。假如有胃穿孔、十二指肠部溃疡穿孔，是吧？这个气体就跑到游离腹腔去了。你再进行拍 X 光片，哎，膈下游离气体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常常在这胃管里面给他打气，看这个膈下游离出不出来。假如他是阴性的，就这样看。一般的病人啊。先是阴性，再一打气，它一胀，气体出来，膈下游离出来了，好，这个病人确诊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这样干，当然教材上没有，这教你们一种临床经验啊。我们看看93年这个试题，大家看看，男性30岁，晚上之后近视较多，突然上腹部刀割样疼痛，哎，上腹部刀割样疼痛，看到这三个字，那么马上就应该想到这个病人很可能考你下回溃疡穿孔。迅速搏击全壶，也就是胃里有很多出土，迅速搏击全壶了，不敢直腰直行走。2小时之后，乃急诊就诊，并通过辨认腹式呼吸消失。呼吸强制，有腹膜刺激能肝浊液消失，肝浊液消失，这里的膈下有用的气体，所以这个病人应该确诊为消化性溃疡的急性穿孔，所以正确答案答 B。大家注意，能不能答乙阑尾穿孔呢？大家注意了啊，这个病人病史只有2个小时，2个小时阑尾会穿孔吗？哎，阑尾不会穿孔，阑尾的炎症都没到腋下窝去，所以阑尾怎么穿孔呢？绝对不会。胆囊穿孔呢？胆囊穿孔它不是会出现肝浊液消失啊，游离气体呀、啊，因为它里面没有气呀、啊。矫正肠梗阻没有膈下游离气体，肝浊液消失，胰腺炎更不会出现肝浊液消失，所以这个题只能答 B 啊，消化性溃疡穿孔，所以正确答案为 B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他治疗一个消化性溃疡穿孔的病人。那么他的治疗主要有这两种方面的治疗：第一种是保守治疗，第二种是手术治疗。保守治疗也就是用外科，不用做外科手术，那么用胃肠减压进食，然后让他自己把这个穿孔长好。大家想一想，一定是个什么穿孔？小穿孔。哎，胃十二指肠上面一个什么小的穿孔？假如一个大穿孔很大很大，那你保得住吗？肯定保不住。所以大家注意，适应的是一般健康好。症状较轻的空腹穿孔，并且这个穿孔很小，由于它穿孔很小，由于它症状比较轻，由于是空腹，假如是饱餐的，哎，大量的胃内容物在胃里面，压力很高，很多胃内容物经过穿孔的部位进入游离腹腔，根本保不住，所以一定是空腹穿孔，症状比较轻，那么插个胃肠减压管，胃是瘪的，那么胃内容物不再进入游离腹腔，周围的网膜把这个消化性溃疡这个小穿孔给包裹到了，好，OK，它就好了。所以，保守治疗主要用于什么？空腹的小穿孔，症状比较轻，中等症状比较轻，哎，这种病人才行。一般啊，时间来说，大家注意保守治疗时间在这不要超过6到8小时。就你保守治疗6到8个小时保不住，那就肯定保不住了。所以我们观察的一般都是6到8个小时。好了，第二个，那么就手术治疗。手术治疗有2种方法，第一种是穿孔单不修，单纯修补，哎，就把这个消化性溃疡这个穿孔啊补两针补好。然后这个溃疡没有愈合，回去吃什么？哎，栀子泵抑制剂，奥普拉唑。第二种是彻底的胃腔溃疡性手术，彻底性胃腔手术就是胃大不切手术，所以把胃大不给切掉，跟这个溃疡也解决掉。那么这两种方式，这两种方式又是各有什么？这个手术适应症呢？单纯穿孔，一般的穿孔时间都比较长啊，要大约8个小时。腹腔污染重，炎症比较重，为什么呢？炎症比较重的，穿孔的时间比较长的，局部胃黏膜水肿的很厉害，你一做胃大不切除，根本上没办法吻合，水肿的什么很厚很厚那个壁，那么你能给做胃大不切除吗？做了它就漏了，所以这个就做个单纯的穿孔修补，就把这个洞补起来就完了。腹腔污染重的，那么你不能做胃大不切除术。炎症又比较明显的，一定有脓胎的，哎，一看看脓兮兮的，到处都脓液，
那你能做胃大不切除断，不能，所以这个时候只能做穿孔切除。哪些病人做胃大不切除彻底的溃疡手术呢？一般情况比较好，穿孔的时间小于8个小时，局部的炎症不很重，那么这时候你做胃大不切除很可能就是以逸待劳了。好了，这就是他的治疗。我们再来看看16年考的这个试题，大家看看，女性63岁，半年以来因下肢骨关节疼痛服用布洛芬。布洛芬是个什么东西？非甾体的抗炎药，非甾体的抗炎你长期应用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什么？胃病，要么是急性胃炎，要么是消化性溃疡，要么是它原来有溃疡导致它穿孔，就这个意思。一般的这个布洛芬都跟你的胃病考试有关系，要么考你急性胃炎，要么考你消化性溃疡导致的。或者消化管甚至穿孔导致并发症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看，服了半年的布洛芬，那么10天以来上腹不适，头然1周之前腹痛，请进食输液治疗10天后好转。也就是说，1周之前头然腹痛，什么意思？说不定他就穿孔了，一个溃疡，请进食输液，这个4天这个好转。也就是说，保持时间好了，人觉上腹之胀满，不能进食发热。好了，这个病人体温稍微高一点，37.8。脉搏96次每分，血压正常的，上腹饱满有牙痛，肠壁正常的，B 超是胆囊6.8公分乘3.4公分，鼻后3个毫米，一切显示不清，所以这个病人胆囊是正常的，没有炎症。上腹肝下有个10公分、10公分的液性暗区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肝以下有个液性暗区，这个液性暗区是个液体，它叫液性暗区嘛。好了，白细胞指数增高14×19次方。中性粒比例增高84%，尿淀粉正常。问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？答案 A，胰腺及甲腺囊肿。你看看这个题，所有的题说完有没有胰腺甲腺囊肿？跟胰腺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假如胰腺甲腺囊肿一般都是起源于什么的并发症呢？急性胰腺炎并发症。假如有胰腺甲腺囊肿，血内淀粉酶肯定不正常，它正常的就没有并发症。一旦出现并发症，它不会正常的，特别是尿淀粉酶不正常。有时候甚至1年半年不正常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胰腺上面毛病，胰腺甲腺囊肿。所以答案 A 除掉，答案 C 胆囊穿孔包括积液。假如胆囊穿孔包括积液，胆囊应该是什么水肿的？你看胆囊壁厚只有3个毫米，胆囊壁都没水肿，它怎么会胆囊穿孔包裹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胆囊正常的，所以这个人绝对不是胆囊穿孔包裹。好了，胆底巨大肝囊肿，大家注意。肝囊肿在肝脏上面，而不在肝下，而这个地方胰腺暗区呢，在肝脏之下，所以它叫做肝下，而不是肝脏，所以这绝对不是肝囊肿。那么答案底下干掉了，那么剩下的答案项就是胃穿孔之后包裹积液，你说行不行？大家看看，我口服了半年的非甾体抗炎药，它说不定就诱发我产生了一个什么消化性溃疡，消化性溃疡在1周之前突然穿孔了。你给我进食输液治疗，我好了，但是胃穿孔之后的这些什么胃内容物渗透在肝下，就是胃脏的囊里面，甚至在肝下，那么在这个地方集聚成那个液态腹，就成了什么液性暗区，所以 B 超就会看到液性病变，就这样的，所以这就是胃穿孔之后的包括积液，因此正确答案答 B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第2问，此时最适宜的处理措施是什么？大家看看最适宜的处理措施。这个病人病时大家注意了，已经有1个星期了，体温也不很高，只有37.8，就是中度症状不重。那么有一个巨大的这种上腹部的液性暗区，也就是脓液，大家看10公分，这是胃液，这是积聚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在 B 超底下穿刺引流不就行了？这是最简单的，是不是？B 超底下定个位，在 B 超监控底下，什么穿刺输液，把那个液体引出来，不就完了吗？所以正确答案答 A，穿刺支管引流，答案为 A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假如你是把它上一个题误诊为 C，胆囊穿孔，那么这是个就是说胆囊切除了，答 B 去了。你既然不是胆囊穿孔引起的，显然不答胆囊切除，不答 B。好了，答 C，保守治疗。10公分呐，我告诉你啊，10公分那个液性暗区，这大个液态腹，你保守治疗治疗的好吗？显然不好，并且他已经出现了上腹饱满有牙痛，出现了什么？压迫症状，所以这个也不能够什么继续的保守治疗。那么我们再来看开腹探查，开腹探查，
那么是对病人的诊断不清，而这个诊断是清楚的，就是一个胃穿孔之瘤包括积液，所以不是开腹探查，因此单位 A 只管引流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，所以正确答案答 A 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变化症。我们说胃的是消化性溃疡的手术，主要是针对变化症来说的。第一个变化症我们讲了，跟大家讲的是吧，是急性穿孔。第二个变化症大出血，下一个变化症我们再讲根主。所以这个时候跟大家讲胃十二指肠溃疡的大出血。胃十二指肠溃疡的大出血，第一个经常考到的部位，考到的这知识点，那么就是出血部位。胃十二指肠大出血究竟哪个部位进行出血？再还有。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，它的出血一般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它后壁，叫它积的是个一起积，是不是？哎，消化性溃疡跟急性穿孔在前壁，慢性穿孔在后壁，大量出血在后壁，所以你这样记不给它记到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十二指肠溃疡主要在球部，所以它十二指肠后部，十二指肠溃疡的出血主要在球部的后壁，占90%。而胃溃疡主要在胃小脘，所以那么它的胃溃疡出血主要在胃小脘的后部。那么它是来自于哪个血管？你没考这个，直接也是考过，怕他今天用个 S 你考你啊？哎，消化性溃疡的大出血，血管来自哪儿？哪儿？哎，胃溃疡、胃小脘的出血主要在胃左右动脉的分支。大家注意，不是胃左动，胃左胃右的网膜动脉啊？哎，是胃左胃右。为什么？因为圆柱胃小脘分布的是胃左胃右动脉，圆柱胃大脘分布的是胃网膜左胃网膜右，所以这里是胃左动脉胃右动脉积极分支，而不是胃网膜左胃网膜右。这边啊是胃网膜左胃网膜右，小脘这里是胃左右，所以这两个要给它分开啊，不然的话你没有理解，时间长了你就忘记了，所以这个要答。胃左右动脉积极分支，因为它是胃小脘这分布。同样的道理，假如是十二指肠球部呢？十二指肠球部，那么它供应的血管就是这儿供应的血管，主要是乙十二指肠动脉和胃十二指肠动脉，乙十二指肠上动脉。所以它在这考你就是胃十二指肠动脉以及乙十二指肠上下动脉。好了，大家来看12年考的这个试题，大家看，壁化大出血的胃十二指肠溃疡所在的部位一般位于哪儿？也就是说，胃十二指肠溃疡那么要大出血，它的部位在哪儿？部位在哪儿？我们刚才跟大家说，大出血的部位都在后壁，所以把这个前壁都干掉，侧壁也干掉。说拿大家把 A 干掉，外侧壁 C 干掉，那么要在什么后壁？那么答案就出来了吧，在胃小脘的后壁和十二指肠球部的后壁，所以正确答案为 B。你看看，假如你只记住前壁后壁，那么这几个答案相中，马上就干掉什么两个，那么剩下的答案下，那么就很容易把它搞定。假如我今天给这个题目改一下，壁化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出血的血管是哪几个？假设是个 X 题，要你答，你答什么？胃十二指肠动，胃左动脉、胃右动脉、胃十二指肠动脉、乙十二指肠上动脉。哎，这四个动脉，这四个动脉，那么大家给它记住。所以像这种东西，大家注意什么呢？我很容易考到大家，所以看大家什么能不能理解啊？我们看看临床表现啊，如果消化性溃疡出血的病人，那么他有什么临床表现？病史有一点特异性。第一，病史有典型的溃疡病史，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有溃疡病史，但是大多数75%以上都有溃疡病史，或者近期有非服用非载体抗炎药的病史，因为服用 NSAID 非载体抗炎药常常会导致急性溃疡以及消化性溃疡。假如原来就有消化溃疡，很可能导致他出血、穿孔等并发症，所以常常在试题中具有这两种病史。这有两种病史的时候，那么就马上想到是不是考你消化性溃疡大出血。第二个，消化溃疡大出血，那么是一个上消化的出血，那么它典型的表现就是呕血或便血，是不是？哎，呕血，那么量比较大的时候，常常是暗颜色的；量不大的时候，那么甚至没有呕血。那么上消的出血典型症状就是解薄营养片。好了，假如出血量比较大，超过了800毫升，甚至是会出现休克症状。所以短期的一次出血超过它循环血量的20%，也就是800毫升，那么它会出现休克症状。体征呢？早期假如症状比较轻，出血比较少，没有什么症状；出血比较重，那么有实循休克的病友表现。上腹部有轻牙痛，肠鸣是亢进的，大家注意。继续在出血的时候，肠鸣亢进，
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检查的时候有血，4S 检查血常规，红血球血红蛋白肯定降低了，血小比容有一点失血，它当然是进行下降，这就是它的一般临床表现。我们再来看诊断，诊断那么确认这个病人下患溃疡出血，当然首先的检查是胃镜，它的阳性率可以达到70%到80%，胃镜一定要在出血24小时内做，超过24小时，你进去之后看到的都是什么血凝块，看不到出血的部位。所以大家注意，进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个血凝块清除干净，然后慢慢的找出血的部位。那么出血部位找到了，很可能用这在胃镜底下止血就可 OK 了。它的阳性率达70%到80%。大家注意，胃肠检查，下患溃疡出血不宜用胃肠检查，为什么？胃肠检查，你一检查胃里面全部都是血凝块，你用胃肠哪里看得到？看不到，不仅看不到，这个胃肠又堵，被这个血凝块堵在胃部了。那么过了2-3天，这个胃肠到里面一结痂，一变硬，像砖头一样，像石头一样，造成梗阻。所以大家注意了啊，消化性溃疡大出血、消化性溃疡穿孔，严禁使用胃肠检查。所以这个知识点考过很多次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啊！正因为这样，他经常考你，经常出错，我跟他用"不宜"这两个字，严禁用这两个字，那么用其他的颜色标记出来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，那么消化性溃疡大出血，我是进行血管造影是不是可以呢？所以大家注意了，显侧性腹腔动脉造影、肠系膜上动脉造影都可以用一些活动性出血的病人，也就是此时正在活动性出血，那么你做有效果。假如这个出血已经停止了，血管造影就没有效果，所以它的活动性出血的病人啊是个好方法，当然是一个有创检查，大家要介入，费用越高，做一次至少5000块钱，所以一般在临床应用的比较少，不到万不得已都不做血管造影，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做的诊断。好了，我们再看治疗，下患溃疡大出血，那么假如引起休克了，没什么说的，首先补充血量抗休克，补充原料抗休克治疗首选的是平衡饮溶液，哎，这大家容易理解，我们在休克的时候跟大家已经讲过，是不是抗休克治疗，那么首选的是平衡饮溶液。第二个，由于它是消化性溃疡，那么这个时候出血的时候我一定要放置胃管，放置胃管之后目的其两个，第一胃肠解压，把胃酸抽出来，酸性物质抽出来了之后，哎，出血可能停止。第二个，放置胃管之后粗大的胃管可以清除血凝块，因为胃出血里面有很多血凝块，这个时候可以清除血凝块。第三个，可见胃管里面打止血药物，云南白药止血吧，去甲肾上腺素止血吧，去甲肾上腺素是个血管收缩剂，哎，一打怎么样，血管一收缩它不出血了。但是大家注意了啊，不要把这个气管去甲肾上腺素打到哪儿去了，打到静脉里面去了啊。有些傻乎乎的护士就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我记得我实习的时候，哎，一个傻乎乎护士就是这样的，我开了个去甲肾上腺素，怎么样啊？哎，500毫升，500毫升就是一盐水瓶呢，加上20支，1毫升1支，再加上20支20毫升，去甲肾上腺素，然后哎，打了一个 NS 500毫升，这个去甲肾上腺素20毫升，打了个一撇，然后什么的，50毫升。PO 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生理盐水 0.9 的生理盐水500毫升加上去甲肾上腺素20毫升20支，那么配500毫升的液体配出来之后，每次50毫升，然后 PO 口服，那个傻乎乎的护士拿到什么？拿到去把这个500毫升的生理盐水加上20毫升的去甲肾上腺素，达到什么静脉点滴 PO， 达到了静脉点滴，这严格来说你错了吗？无患原则吗？去甲肾上腺素，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强烈的血管收缩剂，一打进去，别人的血压到了什么230、140，最后压头像牲口子一样胀得痛。她的老公竟然说：“医生啊，救命啊！医生啊，我的老婆快死了啊！”她这搞来搞去，就我一看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刚才都好好的，哎呀，就是那个护士来打了针呐、啊，一打针呐、啊、就不行了。那个护士还打着针，我抬头一看，看见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哪，给我吓死了！生理盐水500毫升加上去甲肾上腺素20毫升，哎，他的静脉掉，你这样掉，强烈的血管收缩剂，他不血压增高不死掉，颅内增高，所以我跟他赶快制止他，更换一杯液体，最后这个病人没有死，哎，假如死了那不得了。所以已经发生了30年啊，整整30年，这个病人好像就在昨天一样。
不过我也没有说那个小护士，那个病人不知道有没有说那个小护士，那个小护士就非常感激我啊，一直他跟我关系就非常好，所以他们就说你怎么跟那个小护士关系很好，你不跟他谈朋友？我说不是，就是因为这种事情，大家说所以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啊，这种虚假肾上腺素是喝的，不是静脉打的。大家注意了，那喝了，假如吸收进去了，人体进去还不行了，它不就也是收缩全身血管，血压增高吗？大家注意啊，去甲肾上有个特点，它倍聚三这个分解很快，去甲肾上腺素一打到胃里面去，那么遇胃酸之后，基本上98%以上都分解掉了，所以被吸收的很少，所以它可以口服，但是绝对不能静脉打，大家注意再注意啊，现在已经。这种止血药已经很多很好了，没哪个再用这个肾上腺素了。我看这么多年都没哪个打肾上腺素了啊，所以这是30年之前的老的方法，现在已经很多很多好的药，你比如罗赛克，什么生长激素这些药物，上药的出现的很好的药物，哪个还用它了？没有人用它了。好了，药物治疗就主要是降低胃酸呢。哎，这什么抑制剂、二硝基苯阻剂、生长激素，这都在临床经常要用的啊。好了，第四个就是胃镜治疗。对于消化道是溃疡出血的病人，那么我就立即去做个胃镜，看着出血的部位，我在胃镜底下给你干掉止血止掉不就行了吗？电磷呢、电梭呀，撒这些止血药啊，上血管前部夹壁啊都可以，只要找到出血的部位，那么就这个就很简单的事情。所以胃镜下止血，这现在。在大一点医院用的比较多，只要你胃镜操作水平足够，那么一般来说，这种上消化道出血的病人都能给止住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那急诊手术。对于上消化道溃疡出血的病人，大多数病人都能够保守治疗止住，94%的病人都不需要手术，但是还有少数10%的病人需要急诊手术，就止不住。那么只有10%的病人要开刀，哪些病人要开刀？这个开刀的死因证。手术指针啊，考过2次，所以希望大家注意：第一，经保守治疗无效的，那么需要开刀。保守治疗多长时间呢？一般在临床上，我们是6到8个小时。6到8个小时，假如还没有效果，那么我们就开刀了。第二个，出血速度很快，短期内出现休克症状的，短期内出血量很大，超过800毫升的，它常常引起休克。休克一旦休克，那么就说明这个病人出血量很大。速度很快，那么你这种输液保守治疗一般来说难以纠正，所以这个时候也要什么准备手术，短期的休克。什么叫短期？一般都是2个小时之内，输血800毫升以上还稳不住，OK，这个病人要手术治疗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，就是高龄病人。一般的病人大家注意啊，一般的病人高龄病人手术风险大，不手术。但是消化溃疡出血的病人刚刚相反，越高龄的病人越要早期手术，为什么？因为高龄病人常常伴有动脉粥样硬化，那么你出血就不能制止。为什么？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，这种血管它不会自行收缩，不会止住。所以这种高龄病人的时候，与其说在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说早期趁他体质还比较好的时候，耐得起一刀，给他赶快开刀。否则越拖越晚，这个病人奄奄息了，一开刀死在手术台上了，他的病人家属拿刀杀了你。所以高龄病人要早期开，因为他有动脉粥样硬化，所以跟大家。平时其他的病想当然相反，因此这个大家要去注意。好了，第四个，地处偏远无血库和血源的，你比如说你是个卫生院，那么你县城又比较远，又是山区的，又没血库，又没血源，那么这怎么样？你保守保到最后，这个病人死了，你有没有条件开刀？所以这个是时候，那么应早期开，早期开，即使他不能送到县医院去休克了，但是你可从县医院请医生来帮你开呀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，经保守治疗出血已停止，短期内再次出血的，也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昨天我给他保守治疗稳定了一天，但是第二天又再次出血，那证明这个病人的状况胃酸很高，他会反反复复的出血，那么这时候早期争取，病人条件好的时候开刀，所以这急诊手术指针希望大家搞清楚，因为考过2次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96年考的这些次，大家看，胃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合并下的哪种情况不属于？必须积极手术的范围，也就是不属于什么手术指针，所以这就是说哪一项不是手术指针。但 A 出血急剧，短期内出现休克，证明它出血量大，必须要开刀，所以这个是开刀的指针。不久前曾发生过类似的大出血，那么再次发生出血，那么说明它的什么胃酸很高，经常复发，所以这个病人要早期开刀。
好了，答案 C，伴有动脉粥样硬化的60岁以下的老年人，高龄病人常常伴有动脉粥样硬化，他不由于出血致死，血管因为不会收缩，所以这种病人早期开刀。答案 D，正在进行胃食道溃疡药物治疗的病人，那么证明他什么？哎，这个病人胃酸高，你正在进行药物治疗，他都还要大出血，那么不进行那更出血的更厉害，所以这种病人要早期开刀。A、B、C、D 都要早期开刀吗？排除 A、B、C、D，答案就是一了。好了，答案一，同时存在幽门括约肌患有肾性痉挛的病人，大家注意啊，幽门括约肌患者痉挛不是个手术指征，假如百合肌痉挛呢是手术指征，百合肌痉挛是难以搞通的，缓释性痉挛呢，你用点药它就不缓释了，不痉挛了就好了，所以这种缓释性痉挛那么不是手术指征，而瘢痕已经收缩，那么是手术指针，因此哪项不属于它手术指针呢？答案为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正确答案答一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。我们刚才说了啊，胃十二指肠溃疡的治疗主要针对并发症。第一个我们讲的急性穿孔，第二个讲的大出血，第三个我们跟他讲幽门梗阻。幽门梗阻分为三大类，一大类是痉挛性，哎，这个幽门的这个地方啊，痉挛性收缩引起；第二个炎症水肿。也可以引起，第三个是瘢痕性，这三种啊，大家注意了，幽门梗阻中间粗上只讲了一种，叫做瘢痕性梗阻。瘢痕性梗阻有人显化，它不可能再张开的，所以这种病人必须手术。而痉挛性、炎症水肿性，炎症水肿一消退，幽门通了，所以前两项延期手术，这两项不能手术，只有一项手术。所以痉挛性自己好了，炎症水肿一水肿消了。都可以自己好，不需要手术。那么瘢痕性梗阻他自己不好，必须要手术。所以这个瘢痕性幽门梗阻，它是他的手术指征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他临床表现，大家都很熟悉了。这个病人有腹痛，反复发作呕吐，呕吐的量非常大，1000到2000毫升，呕吐隔夜数十，就是第一天吃的东西，第二天吐出来，不含胆汁。为什么不含胆汁？因为胆汁是从十二指肠降不来的。所以，在这个幽门的这个地方，假如给它堵到了，那么胆汁不可能进入胃部。所以，这种病人是呕吐数十，不含胆汁。假如有胆汁，证明这个地方幽门通了，不是幽门梗阻。所以，幽门梗阻的病人是呕吐数十，绝无胆汁。由于幽门梗阻的病人胃内有大量的液体存在，所以这种病人常常有胃型蠕动波。由于有大量的胃液存在，所以这种病人有沉水音。大量的反复的呕吐，那么会导致病人低钾、低氯性代谢严重度，所以常常有电解质紊乱，要纠正低氯、低钾以及严重度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幽门梗阻的临床表现。治疗是也没什么说的，刚才跟大家说了，瘢痕性幽门梗阻由于瘢痕，它不会痛，只有开刀一条路，所以它是外科治疗的绝对适应症，首选为大夫切除术。大家注意啊，癌变是不是它的绝对适应症？不是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。职业医师考过，你们还没考过？他考的怎么了？当然，下列哪一项是胃十二肠溃疡的绝对手术适应症？答案 A，合并急性穿孔；答案 B，大出血；答案 C，慢性穿孔；答案 D，瘢痕性幽门梗阻。你答谁呀？很多同学答癌变去了，为什么？他说癌变不手术了，那绝对适应症。你这样想，胃可能有癌变，但是十二肠溃疡有没有癌变？没有。所以大家注意，合并癌变不是他的手术适应症，绝对适应症，而瘢痕性幽门梗阻呢？哎，那是他的什么绝对手术适应症，因为不会好了。那么这时候就做胃大夫切除，胃大夫切除再把幽门也切掉了，整个胃大夫也切了。所以你看看，溃疡也切了，梗阻的幽门也切了，胃大夫也切了，这是最好的。所以这种病人首选胃大夫切除术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说的啊，治疗。大家来看08年这个试题，它的幽门梗阻的病人，那么硬座的术前准备有哪些？这个 X 型题就是由于幽门梗阻的病人在术前准备需要哪些术前准备？答案 A，进食胃肠解压。对一个幽门梗阻的病人，你比如说明天要手术，今天肯定要常规的要进食胃肠解压，因为他吃了之后东西这个下不去嘛。单笔就这水电的平衡紊乱或替他们血症，因为幽门梗阻的病人大量长期的呕吐会导致低钾、低氯性代谢严重度，所以要纠正低钾低。低钠，那么也要纠正代谢严重度。那么对于低蛋白血症病人，还纠正低蛋白。答案 C，这两个都是正确的。答案 C，医院广谱刚射出，幽门梗阻的病人没有感染呢，他只是一个梗阻，所以你能不能用广谱刚射出？不需要。
哎，不需要用刮目干涉术，但干掉。但你温盐水洗胃，大家注意啊，幽门根除的时候是用的温盐水，是高升盐水，3%的高升盐水，而不是0.9%的啊生理盐水。所以3%的高升盐水为什么？因为幽门根除的病人，如果盐里面有大量的胃的液体积聚，就像这一个，那么胃黏膜就是水肿，所以用这种高升的3%的盐水去水洗胃，可以消除减轻胃黏膜的水肿。所以我们用的是温的温热的高升盐水洗胃。所以那么这个答案项就是 ABD C 项不正确，不需要用抗生素，所以正确答案出来了 ABD。 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胃十二掌溃疡的手术方式。我们刚才说了啊，针对胃十二掌溃疡的并发症，包括急性穿孔大出血以及幽门根除，那么我们需要做胃十二掌溃疡的手术治疗。那么整个手术治疗就成为三种方式啊，这三种方式考的最多的是胃大部切除，考的四肢的密室神经切断，很少考的穿孔手术、穿孔修复。所以啊，整个手术方式就是三种。第一种，穿孔修复，这样你看看这个十二掌球部溃疡，这个地方有个溃疡，假如它穿孔了，穿孔了我把它洞补起来，让你长好，回去这个吃脂肪抑制剂，这是最简单的办法，穿孔修复。第二个种就做胃大部切除术，这就是胃大部切除术，是吧？疑似二大部切除术，把这个治好。第三种是密质神经干切断术，这个是高显特性密质神经切断术。这三种方法啊，这三种方法这是典型的手术方式。好了，我们每一种手术方式我们来一个个看。第一种手术方式，穿孔修补。穿孔修补我们刚才说了，对于胃十二掌急性穿孔的这病人，那么我们就说穿孔修补。穿孔修补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腹腔镜做，在腹腔镜底下补个两针三针 OK 了，很简单，比做阑尾还简单。哎，进去之后这个腹腔镜把它搞两针，15分钟的接触战斗，从进腹到官腹15分钟接触战斗。大家说那不是比阑尾炎还快？是啊，阑尾炎你做的这个还开腹官腹吗？所以你要半个小时，而腹腔镜呢打个洞帮一退出来完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是不是？所以15分钟的可以接触战斗。好了，这是腹腔镜做啊，限制做的最多的就是这。假如你这里没有腹腔镜或者没有这个条件，那怎么样呢？开房手术做。开房手术做啊，我们大家注意了，在过去做的比较多，那么对现在呢就做的比较少，因为损伤大。但是对于合并出血啊、腹腔污染严重的病人，要进行清理的病人，那么这个是个用开房手术做，所以就不用腹腔镜。所以这就是他手术方式，叫第一个叫穿孔修补，把这个穿孔给修补了，溃疡还没长好，溃疡回去之后吃脂质泵抑制剂，让这个病人天天吃脂质泵抑制剂，到了最后就把他自己长好了。